Hello，有没有卖的表吗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这句老话是在说明古时候京剧演员练功的辛苦。到了现代，一出舞台剧也是如此。观众花了一两个小时欣赏一出好戏，背后究竟需要多少人力、物力与时间呢？一出戏从无到有。 搬上舞台，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又究竟需要经历什么过程呢？要演一出戏，首先就要决定演什么剧本，是现存有的还是自创的。如果是现存有的，就要处理版权问题。戏可以演了，就要决定什么时候演，也就是档期，在哪里演，也就是场地。 有了剧本、档期、场地，剧团的制作人就会开始寻找这出戏最重要的人物，也就是导演。确定导演人选之后，整出戏分成两大组，分别是导演组与制作组。导演组由导演带领，他要从剧本出发，去构思他要如何完成这出戏，要用什么样的风格。 然后开始寻找他需要的舞台设计、灯光设计、服装设计以及音乐设计等等。制作组由制作人带领，他要召集行政团队，决定演出预算，开始着手进行票务、宣传等事宜。 接下来，导演组要召开设计会议，讨论这出戏的舞台、灯光、服装、音乐是什么样的风格。制作组要召开制作会议，控制预算、奠定,定进度、寻找资金来源、决定宣传策略。演员甄选完毕后，正式进入排练期与制作期。 导演率领演员开始进行排练。经过几次设计会议的讨论，所有设计定案。制作组处理好档期与场地的细节，确定演出时间与地点之后，演出资讯进入售票系统，开始上线售票。导演组经过密集的排练之后，开始进行多次的整排。 舞台、灯光、服装、音乐等设计，配合实际演出修改细节。制作组开始宣传，召开记者会，制作海报、DM，同时搭配网路或各种行销管道推戏。观众开始购票。演出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剧场装台。 舞台将制作好的布景与道具架设在剧场里，服装将制作好的戏服放置在化妆间，灯光按照图表挂灯，音乐架设音响，制作组持续推票整理票务制作清单，计算目前的票房。装台完毕之后进行记牌、彩排。 根据实际状况，导演与设计做细部的修正与补强。演出开始。这样早上打，晚上打，这样我怎么睡觉？这是你儿子我有说过是我儿子吗？我根本不需要这 <laughs> 一出完整的戏从无到有呈现在观众面前，制作组利用口碑继续宣传。演出档期结束后进行拆台，导演组召开检讨会，对演出进行检讨并记录，让下一次的演出更加完善。制作组整理观众资料与意见，归档并且建立观众资料清单，以利下一次演出的宣传。 这就是整个演出制作的流程，有没有一种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的感觉呢？下一次看戏，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，别忘了注意一下其他的环节。没有这么多人的辛苦付出，一出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。